限定古迹屏东书院西厢房设有文创一号店，各种文创商品琳琅满目，都是学子们的最爱。其中最具亮点的就是屏东书院园区限定文创品。这个是我们县府跟我们的弱势团体，就向阳协会这边一起来合作，把它定制出来的哈。那另外呢，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吊饰，这是我们民政处自己呢在idea 自己的想法把它制作出来。比较夯的就是逢考必过的这个帆布袋，那还有就是我们呢这个地方有学业寓所。包括客制饼干礼盒、学业玉手、特色帆布袋、九仞宫墙吊饰等，屏东书院园区独家文创商品，提供屏东及各地学子选购。屏东县政府民政处表示，许多补习班及学校也来电询问购买事宜，大家都期盼在至圣先师的加持下，可增加考生考运，祝福考取理想学校。所有的一个文创商品呢，我们为了要推广，让大家一些新兴学子呢进来里面供奉上香了以外，能够带一些纪念品回去。那然后我们的那个这些纪念品、这些文创商品呢，都有过我们那个孔子的那个香炉希望能够保佑大家呢，能够逢考必过大家的学业增长。县府民政处表示，古色古香的屏东书院修复完工后，加入现代美学，还设置 K 书中心、轻食餐厅及文创商品店，希望能吸引更多民众亲近书院园区，活化古迹。记者张如英、刘建荣采访报道。